好，他们现在正在把位置排下哈。好了。好，那时间交给你们了。长跑比赛，肯雅运动员穆泰持续领先，安娜雅一直在后面苦苦追赶，迟迟无法超越。然而就在接近终点时，穆泰却误把拱门当作终点，跑过拱门后放慢脚步，对着民众挥手。他完全不知道人们的呼喊不是欢呼，而是提醒他还没冲破终点线。就在此时，随后的安娜雅心中挣扎了好一会儿，并思索着到底要不要超越他。这是老天大难得获胜的好机会，但这是属于我的胜利吗？但他最后并没有因为穆泰的失误直冲终点线，而是在后面拍了拍穆泰，提醒他继续往终点前进。虽然双方语言不通，但穆泰还是在安娜雅的提醒下跑了起来。两人一前一后抵达终点，由穆泰取得胜利。值得我们笑。一二三。